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你们的男主小高，我今天带你们在故乡。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，现在就是寿星就可以找到我了。这下海绵其实降温了，差不多有20度左右，但是其实还是很舒服的。海绵到时候是会下降温吗？我今天要去练一个运动的项目，是要叫什么？反正一会儿在上面这么滑也行，这么滑也行，连站着也行，坐着也行，躺着也行，跪着也行。叫什么？皮划艇吗？不是，桨板。桨板。两个季节。我的浪吗？先穿一个救生衣。那老王也不会永远没事，因为一会儿水很浅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救我吧？从这么浅的地方把老王裤子放给绑起来，一看就到脚脖子。你的指甲油和裤子片，我的指甲油和我的裤子片，真的太喜欢这种了。啊，好了，别往那边走，那个什么那边走。嗨，就像热带的亚马逊，对对对，哎，热带的亚马逊，对，对对对。那我们还做教学吗？学会了，这就一下就会了，你说没办法。好。别喝椰子了，还告你是从小喝椰子。哇哦，鼓掌。流水正东方，不见沙虫。且待会儿尝一个，挑战一个。啊！这个是乌鸦，这个是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一会儿吃进去就在肚子里爬哟、哦，你不敢吃、啊。哎，我要吃椰子。奶椰是吧？奶椰。现在这个想拿青椰子好喝，甜。这怎么挑啊姐？告诉你几条，就问老板谢谢吧。就这两个很喜欢。就是到我的。好啊，那我要20个。OK。我买的话只有10个。那都是好多吃的了吗？今天的那个就有点寡淡，就属于微糖，这个就属于至少达到半糖。椰子的味儿也会更浓一点。Good。没分没养。我也看见了。留多久？